是不是只看过我做过红烧大包头，从来没有看过我做这样的爆炒的呢？想不想学？第一步，先自然解冻八爪鱼，找一盆清水，爪子最中间是八爪鱼的牙齿，然后把它摘掉。如果不喜欢吃八爪鱼头里面的东西，可以把它翻过来，然后把里面所有东西全部给掏空。这个是墨囊，一剪开满满都是墨啊。我们检测一下啊，哎呦，喷墨啊，这个就是墨。如果喜欢吃头里面东西，你就可以不用摘，我一个摘一个没摘啊。改刀切段备用。起锅烧油，少许蚝油，少许味极鲜，料酒，一点点盐，下入少许的蒜苔或者洋葱都可以。有没有很哇塞？淋上一滴，最后来点青红辣椒，这样扒拉扒拉就可以出锅了，完美不？能吃两碗大米饭不？一定要记得给来上个双击啊。就这一盘嘎嘎香爆炒的八爪鱼就出锅了啊，配上大米饭，能吃三碗大米饭啊。哎呀，咋还夹不住，看一下，这样的话特别特别嫩啊。哇塞啊，都可以尝试一下。